那兄弟们，每当这个季节的时候啊，海面里会涌现出很多的这种白色的蛤蜊啊。大巴们为了这个生活的需求，来这里挣点生活费，也是起早贪黑的在这里拼搏。大家订好了铁，觉得大巴挺不容易的，就双击一下屏幕，点了个小红心。喜欢赶海的记得关注我，今晚看我直播了。好朋友们哈，咱们接上一个视频，这个放了一天的八爪鱼神器，咱们过来提一提看。哎呦嚯，一个、两个、三个、四个，这四个八爪鱼，咱们就要四个双击，好行不行？你要喜欢海边生活，记得关注一下啊！哎呀，哎，我的妈嘞，怎么还掉了一个呢 ？Hello， 朋友们，一来到海边，发现一只浑身发红、长得像蜘蛛的螃蟹，它长了六只脚、四根头发，还挺可耐的。谁知道是什么？可以告诉我一下。进来的兄弟姐妹们，如果你也是第一次见，留下个小爱心，手机还有电，连接 WiFi， 给个双击加关注，看我直播喽。来吧，兄弟姐妹们，这是下午在海边赶海的时候啊，意外发现了两个啊血红的毛蛤蜊啊，他觉得给它打开啊，教大家如何食用啊。首先找一把刀啊，给中间割一下啊，用力掰，大力掰，掰开就好了。有的老铁一进来啊，反手点亮的小红心啊，有的老铁加上关注，看我赶海直播喽。来了，兄弟们，都说早起鸟有虫吃啊。今天我起得特别早，来到海边啊，发现他穿了个吉利服啊。小样，你穿了马甲我就不认识你了，你脱了马甲我照样发现你。嘿嘿，接下来老铁，如果你手机还有0.01的电，请留下个双击。那不给双击，老铁加关注，看我带你看看玩。